就是这些学生让各位疲于奔命，就是这些学生让各位每晚做噩梦，但是我们绝不能放弃在各个学校最令大家头痛的那些学生。关于他们的教育问题呢，本局有一个构想，那就是把他们集中在一个班级，在同一个学校里面一起管教。也许坏孩子碰到坏孩子，负负得正，变好了，那也说不定啊。不知道各位校长大家有什么意见？这个构想我赞成。慢着慢着，这不大好吧？这样会不会使学生感觉受到歧视？其实是他们歧视我们，他们口口声声说一流的学生、二流的学校、三流的校长、四流的教育局长。对不起，局长，是学生说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讨论，由哪一所学校来接办。首先呢，我要请教，有哪位校长肯志愿牺牲奉献？奉献牺牲？李校长管教学生有名，升学率又好，所以我觉得李校长才是最理想的人选。这句话虽然你说得很中肯，不过教会学校的丁校长，他的爱心闻名中外，所以要教导这些学生们，除了爱心之外还是要有爱心。这个您过奖了，不过这些学生啊，个个心里头有偏差，需要强制辅导。梁校长在大学教过教育心理学，我想这些高中生在他的手中啊，简直就像是弯腰捡垃圾那么容易。这话不能这么说，理论与实际总有一段很大的距离。好了好了，大家这样互相踢皮球，哪像是从事教育工作者呢？现在是民主时代，我建议以民主方式表决。要建议吗？我是学校。各位老师，本校很荣幸接办这个特别班，这表示本校在本人的领导下，教育的成果受到肯定。现在我们就来讨论谁当这个班的班导师。我觉得怎么样？最主要是每个人都有啊，一个人来接这个班太辛苦。同时，所选中的班导师可以自己选择一位女老师协助管教问题女学生。校长，我觉得班老师他教学认真，我推举他。真的吗？我想应该由老虎秀才蔡老师来担任比较合适。我最近身体不适了，老虎变病猫，我想应该由身强体壮的曾导师来担任。需要脑力，我虽然四肢发达，但是头脑简单，一定不能胜任。对，还是由蔡老师。蔡老师，师表这样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？现在是民主时代，我建议用民主的方式来表决。那就是你啊。我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赵老师，
有人推举你，你自认倒霉就算了，何必拖我下水呢？我哪里得罪你了？因为你会英文。学校英文老师多的是。因为你会弹钢琴啊。学校音乐老师也多得很。到底为什么？因为你有爱心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中间知道人间一切，所以算了，问你也是白问。哎，因为你年轻，你漂亮，身材好，心地善良，我喜欢你，我想追你，我该讲的言不及义，不该讲的毫不考虑。一班的同学今天就会报到，我希望各位同学记住三个原则：不要歧视，不要接触，不要攻击。总而言之，见到他们能躲就躲，能闪就闪，免得惹祸上身。现在紧急宣战，各班三十五中队，好好的上阵。来自各校的英雄好汉，有的战功彪炳，有的野史不断，各位记录的总和比中华民族的历史还厚，但是既往不咎，往后一切重新开始。哎，干嘛呢？你们这一班呢？好的，热情的，犯错没有记过，第一次犯错体能劳动，第二次犯错，对不起，开除。各位一律要住校，24小时接受管制，没有特准不准请假。现在我跟各位介绍两位老师，这位是郑老师，这位是蔡老师。解散之后，他们两位会带各位去换校服。换校服？请问校长，是不是有什么人死了？怎么一来就叫我们换校服呢？
同学，我是郑平君，担任您的导师。你知道吗？今天我能坐在这里跟你讲话，是因为我是这班优秀分子当中最优秀的一个。你敢来接我们这个班，想必老师也是学校里面最优秀的老师。可不可以请你露两手给我们瞧瞧？老师在混的时候，你们还在穿开裆裤。谈到打架，你们还差得远呢。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，什么才是真功夫。仔细看，在别的地方是要收钱的。
些功夫啊，武当、少林、洪拳、峨眉，老师我是样样在行。光是刚刚劈砖那一招，我就练了五年。校长被他形容的好像不能越雷池一步，学校嘛，哪比得上感化院，对不对？哎，往哪滚呢？赶紧去，走啊！忠言，请你吃汉堡。你要讲什么？你不亲我气。笑什么？你吃。哎，不要吃。我在杠啊，没事没事，我老大说他习惯站着放屁呀。全世界最具人性的狗，
作为同军发情商客串，上尉曾经在他在大小金门捕获中共水兵38人，希望各位同学能跟上尉多多合作。他是各位同学夜间的守护神。老师，不知道是谁的化妆盒哎？这个化妆盒是哪位女同学掉的？前的暖身运动是同样重要的。如果你不会弹，没关系，我们自己清唱哦。不要不要！天大的笑话！你们会唱，我不会弹。从莫扎特到华格纳，从古典到民谣，从民谣到小调，只要你们会唱，我就会弹呢，难不倒我的。说吧。老师是这样子的啦，我们虽然歌胆够，但是歌艺不足啊。所以哦，小玉，你唱给他听啊。我命啊命会笑哦，心都锐密。来来抓小狗牛，金嘴一只灰狗，他来来一起踢，嘿，我呀我呀我嘿丢，嘿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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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来给你倒立，你给我来给我弄出，再来来来。长路长学远路啥？远路看谁？野果侵坏进鸠夹，野果侵坏进鸠夹，傻女不知亡国恨，傻女不知亡国恨，各家悠唱吼听华，各家悠唱吼听华。郑老师，你看看你那是什么班啊，上音乐课跟我唱歌仔戏唱马哈戏。哎呀，给他们点时间嘛，情况只会好转，不会再坏了。哎，校长不是说吗，要有耐心，要有爱心啊。耐心，我看你是存心看我蔡家红出洋相是不是？哎，我没那个意思。没那个意思，那为什么跳我接这一班？我要上课去了。等一下，今天不说明白，别想走出办公室。真的想知道？废话。呜呜三声，西一三声，呵呜安一声，乐一三声。你这用屁股对着我说我喜欢你。我现在可以去上课了吗？如果你真喜欢我，你就不会看我背着；如果你真喜欢我，就想一套有效的办法来管他们。我跟你讲这些干什么？反正晚上我会找校长，我要当面向他请辞，我不愿意再当傻瓜了。
叫的叫泡面嘛，就他一个一个人喊一口叫。没想过这样子呢，没关系，喝点啊，来一点，来喝。太烂了吧，太烂了，本来就是这样，我们俩是要付钱的，开玩笑。老大地震了，老大地震了，老大，求求你给我个地方地震好不好？我不习惯有人睡我上面，有压迫感。嗯，睡我旁边。还我啦！老大，又有什么事嘛？我睡不着，唱首催眠曲听听。是老大，没问题。我要开始唱了哦。哎，姿势摆出来。哦。哦，嗦啦咪哟。哦，嗦啦咪哟。不要用英文哭给我听。这不是英文歌啦，这是意大利的《我的太阳》。换一首我听得懂的。哦。塞呦那那，加班你是 goodbye 为止。嗯，下面两位出刷，是不是洗手米？哦，我懂了，再给一次机会。咿呀咿坤，鸡没多鸡。哎，你在干什么？天下太平了，老师晚安。房子的事用文言文怎么讲啊？嗯，房事啊，房事。嗯，那有关饭店里的马桶是不是叫饭桶啊？啊，我愿化作一只永生的凤凰，追求永不磨灭的青春。嘿，文笔不错嘛。原来是抄的，写情书看范本，叫你读书不读书，好吧，睡觉了。还是越狱二人组最乖，这么早就睡了，以后大家要向他们两位看齐。哦，你不觉得无聊吗？一天到晚净搞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，想想看，怎么样把自己变好才比较实际？啊，哦，是。好了，洗澡睡觉了。这么大了还跟弟弟闹，爸，弟弟还要拆我的信了。什么信？骗你的啦，这信又不是你的，是我女朋友寄给我的。你很鸡婆哎，笨蛋。校长，蔡老师辛苦你了。没有，我能不能不接 B 班？教育的意义就是要学生养成精神上、人格上社会之完美人格，这不仅是我们教育人员的义务，更是我们最神圣、最崇高的宗旨。
我没听到小便声。我尿不急。尿不急？那你来这干什么？我不放心，想看看他还在不在。为什么刚才我们就想走？因为说。因为你有逼吗？我们只有爱，没有逼。逼是什么意思？逼是拜最好的。对，拜是最好的。我叫最好的吗？逼是 beautiful， 美丽的。美丽的，我美丽吗？逼说，逼是装饰品，没有意义，没有意义。哪个同学英文比较好，帮忙一下。B 这个符号可能是哪个单字的缩写 ？B 是 best beautiful 啊。这两次刚学过。你傻了，我没那么好。我知道 ，this is a book， B O O K 书。讲他坏的，坏的一直有哪些？这是坏蛋 ，bad dog of the beach 就是狗娘养的 ，beast 角色啦。对，还有别的意思。Boston。混蛋、私生子、杂种都可以说，难怪那些学生看到我们家干到一闹街嘞，骂人不带脏字，因为我们不懂英文，烂，哼，太不靠谱了。你知道我们班少年这样看待吗？高同学，我们不要接受这种侮辱，他们说我们败类，我们就败给他们看，好不好？好。为什么这么做？为什么学校给我们一个大兵带在身上？校长说既往不咎，又为什么要变相欺辱我们呢？对啊，为什么？是不是一个人曾经犯过错，就永远都是罪人呢？对，是不是要像过去的身份证一样留下犯人的记录，逼他走上绝路，以显示警察的重要性吗？对啊，为什么我们要说这种？不要再说了，是不是要用这个逼字表示我们是杂种无赖？那他说画面要永远不要再说了。好与坏只是一念之间嘛，你们从头到尾处处往坏处想，那世上哪来的光明面呢？今天其他同学都怕你们，难道是怕你们身上的鼻子吗？假如你们身上没有这个鼻子，其他同学就不怕你们了吗？今天你们大家都这么讲，那就表示你们还有荣誉心，有本事就拿出行动证明给大家看，让败变成 best，不要像疯狗一样到处乱咬。大家都收收，这样子会让人家瞧不起你们。我带上了道路了，我这敢死干什么干呀？你干什么？疯了，又来这一套。让我死，让我死。
袋粮食来了。不过在发信之前先发考卷，你们考不好是理所当然的，但是邱文元考零分却大出我意料之外。平常就只看到他一个人在念书，可是我们邱老大在每一科考卷上只写上大名，然后交白卷。如果邱文元他不是天才，那他就是白痴；如果说是天才，那他是看不起我们这种我们这种考试制度。他认为这样的考试制度太无聊，对不对？我们天才也认为我无聊，所以他不理我。好了，发信。小白鲨，你妈身体好多了，要你用功读书。老师，你怎么偷看人家的信？违反宪法第十二条，人民有秘密通讯的自由。哎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你们情况特殊，等时机成熟，该还给你们的权利自然会还给你们。吴林三，不要，你女朋友要跟你绝交了。既然她不要我了，我就让她一辈子后悔。我是给她干的。向上本无种，男儿当自强。我打兵家干。你的笔友约你明天晚上见面。哎呀呀！男的女的？是女的。你别妄想跟我请假，因为你是出不去的。哎，邱德健，准备好了没有？我不想去了。啊？吼！有人说女人善变，我看呐，你比善变女人还善变。我做梦都没有想到，交了多年的笔友，竟然是这副德行。我看。哎呦！你哪得个偏干那点木嘞？吼！一支嘴像水鸡，目睭像姜子。哦，心就能看，看到三点半。哎呦，我给我回去见了来。还不错嘛。哦。哎呦，啊，你吹到个尽头，我拢未经家了哦。你懂个屁啊！三国时代，孔明还不是娶了一代丑女，周成的女儿。祖告须报拍教狗。在了。在了。哎，邱德志，你去了，别那么现实嘛。看到人家长得不漂亮，马上就不来往。就是嘛。这简直是始乱终弃嘛，欺骗善良女生，一不顾江湖道义的。这哎呦，别又这那了，大不了我帮你出马。哎，对啊。好吧，不过老师跟上位怎么办？哎，不要怕，这个嘛交给我办。老师，你觉得我的眼睛有没有问题？好像没有问题啊。哎，把你的手放在我眼睛看到的地方，你的手已经被学校列入管制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才把手拿上来。我的手是上面画的。没事，不过没有我的破解，任何人都叫不醒他。哦，哎，子子，
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去对付上尉。哎，好呢，哎，走走走走走。你怎么搞那么久啊？我在想，上尉飘在空中，不知道是什么样子。哎，你去看看啊。长官，我同学真想跟你玩玩而已。没有冒犯的意思。这就叫对狗弹琴，我的催眠术啊，一点也发挥不了作用了。哎，如果在日本呢、啊，你应该切腹自杀了。喂，难道他这一生的幸福就毁在那只狗的手上了啊？对啊。这个是上尉逼我的，文才，叫我来。Yes sir。小霸，帆布袋，老大，还有牛肉。等一下，何必跟上尉撕破脸呢？对付公狗，只要给他一只母狗就行了。是你姐姐的笔友哎，兰迪啊，你确定他们今天约会吗？是啊，他们的信啊，我已经偷偷看过了，他们约定用玫瑰花来做记号，绝对不会错的啦。哦，还有啊，我还看到姐姐今天晚上撒香水哎。嗯，那继续解释。嗯，爸，以后我长大交女朋友，你会不会也担心啊？绝对不会。你为什么不担心呢？因为你是一个男孩子。让别家老爸去担心吧。嗯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我在想我们家的狗。嗯，你不是说你最讨厌狗的吗？过去讨厌，现在不讨厌了。说谎！你小时候被狗追到河里去，从此你看到狗就害怕，对不对？我什么时候被狗追到河里去的？哦，对对对，是一只大狼狗，那只大狼狗真可恶哎。又说谎，你信上说那是只小哈巴狗哎。哦，对对对，是一只小的哈巴狗。不过自从那次以后，我的运动神经大为发达哦。小学的时候得过400公尺第一，国中的时候我还得过100米第一耶。我不但会跑，还会跳，还会翻跟斗，我还在国际里面跑过龙套哎。你还会国际哦？那你喜不喜欢霸王别姬贝剑心的凄美？会会会。我最拿手的就这出戏，我向你项羽自诩，我唱一段给你听啊。向俺项羽呼，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是不是、对不起，是不是是你爷这尊吗？
我来看我的笔友。哦，没有了，我是陪我的同学来看他的笔友。哎，你呢？我也是啊。你怎么那么无聊啊？跑来这里当路灯，吃饱没事干了？你还不是一样来当路灯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是你，一般的。对了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拿假相片来骗我？我只是想试探你一下。真没诚心，好班的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你才没诚心呢，为什么找别人带你约会啊？你还不是找别人带？你还是不敢面对现实，还说什么不管我长得怎么样都会珍惜我们这段不曾谋面的感情，心术骗子。你才心术骗子呢。爸爸，姐姐已经露出狐狸尾巴了。不敢吧，你别人先告状了。你才是一等一的大坏蛋，半斤八两，同一国的了。谁跟你同一国的？少臭美。你才臭美。臭美。你臭美。臭美。臭美。你臭美。原来是他，是一般的。爸爸，别冲动了，侦探是不能被别人发现的。哎，您看那怪发羊癫疯的人像不像校长？听谁讲？也是啊，真的，简直跟校长长得一模一样。是真是一样，根本就是校长啊。啊，操！当时刚刚给能够。我的戏了，哎呦呦，我们来个夜游，开个玩笑吧。别吵了，快点通知邱德志，快，快走，走走走，走快，快点。爸，爸，你是当校长的，当校长一定要有风度的。你还没当爸爸，你不会了解天下每一个爸爸现在的心情，不管他校长不校长。抱歉，刚刚原要怎么样？柜台有您的电话。快走。好。喂，我是袁校长。喂。我是袁校长，你哪位啊？喂，喂，讲话。是我啦，校长。晚安。哼，莫名其妙。袁校长，请等一下，请你买单。一杯冰淇淋，一杯咖啡要2800。您的学生说今天校长请客啊。吃了毒苹果为什么不行呢？一定要等到白马王子一亲就醒了。快点快点，也许有效。谁上？过来，当然是我了。哎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我就知道你们、不能再等了，情况危急，我想也不会有人介意啊，而且我也不是有意性骚扰。怎么上？哎、
你们先回去，我来想办法。回去啊，已经熄灯了，听到没有？快啊！耶！弃藩逃亡，严重破坏军人形象，亏你还是上尉。你们哪个出主意使上尉的声讨毁于一旦的？我。你送几只母狗给上尉啊？三只。为什么要送三只呢？我不知道上尉的偏好，所以抓了一只土狗，一只狼狗，一只混血的给他选择。难怪他整晚昏沉，叫他也不理。他自己太贪心了，事先不衡量自己的身体状况。闭嘴！我真的不知道你们满脑子想什么。校长，学生跟上尉我都处罚过了，我看这件事不要再追究了。对啊，校长，学生们正值青春期，难免比较调皮一点，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对啊，这是常态嘛。学生集体翻墙出去约会，你毫不知情，我还没跟你算账，你还替他们讲情。要不是我刚好在场，谁知道会出什么乱子。万一要出了事，你担得起吗？没那么严重吧。你看，我从高中交女朋友交到现在，一直没停过，也没出什么乱子，你说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也一样。不用你们说，我是过来人。我忘了，校长在学生时代就结婚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要越扯越远了，反正这件事邱德志开除，其余的我不再追究了。这太小题大做了吧。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在年轻时代还在公车上调戏过女孩子，后来还不是成了日耳曼民族英雄。我们学校没有那么伟大的学生啊。是不是因为邱德志约会的对象是校长的女儿，所以才处罚这么严重？这是两回事，不要混为一谈。可是如果今天换成别人的女儿，校长你会那么生气吗？哎，你越说越离谱了吧。可是校规里面没有规定男生跟女生约会非要开除学籍不可啊。校长，他们还没有完全适应，你就原谅他们吧。我考虑考虑。哎，校长，你就答应这件事吧。可是昨天晚上我付的账要从你薪水里面扣哦。啊？姐，我的信啊，拿回来。以后有姐姐的信要先拿给我来检查，知道吗？可是爸，人民有秘密通信的自由啊，不可以随便偷看。猪猪，我警告你，你再跟 B 班那小子来往，我就把他开除。
信到现在已经五年了，难道你对我还不了解吗？那天约会的事不是我故意捉弄你，如果不是你寄假相片给我，也不会发生那种误会。不过总归一句话，还是我不对，我向你道歉。你到底让不让开？今天你不接受我的道歉，我绝不让开。你不让开是不是？好。哎，这是女生厕所，你进来干什么？啊，原来，对不起啊。在女生厕所门口干什么？当管理员？哇塞，他要约我哎！嗯，我把这鞋子做好想我。哎，咦，要追袁楚楚啊，没什么问题啦，就是随便写封信给他，晚上就约出来了，就太容易了。偏袒校队，学生打架双方都有错，何况这么多人打一个，为什么只处罚挨打的人呢？校队是我一手训练的，我天天跟他们处在一起，我很了解他们，他们不会无聊到故意制造事端。明明是校队先挑衅的。哎，你这样说就太武断了。你说校队先动手的，你看到了吗？那你看到邱德志先动手了吗？你相信一个人讲的话还是十个人讲的话呢？十个人说谎比一个人更严重百倍。那你的意思是说校队说谎了？难道不是吗？有本事就拿出证据来，不要在这里乱吼乱叫，有失风度吗？要处罚连校队一起处罚，否则放人。面谈。各位不要等了，我们找校队算账。走。
等我一下，老师去交涉，至少我们要等老师回来。已经半个钟头了，等什么等？打人没罪，受害者被处罚，这是什么社会？走，老师，等一下，会死的。等一下吧，老师来了。老师，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嘛？无法证明是校电先动手的，不过我将会提报校务会议里面。我就知道这种结果。过来，哎，你站在这儿。校队太可怕了，如果不开除几名带头的肇事者的话，以后我没有办法去带其他的两千多名学生，你懂不懂啊？哼，我大胆地请问各位一句，从 B 班到学校以来，有哪一位去真正关心过他们？这些学生就像布满了杂草石块肥沃的土壤，需要花时间去整理才能变成一块良田。如果只是一味地去孤立他们，动不动就去严惩他们，你说他们能变好吗？我同意郑老师的看法，我们不能够因为要治疗头痛就把头割掉啊，所以我希望校长能够再给他们一次机会。可是这一次他们所犯的错误实在是太大。对，校长绝对不能漠视这个校园暴力。郑老师，你看着办好了。我没办法阻止打架事件，证明我领导无方。如果你们一定要开除他们，那先开除我好了。我现在当面向校长辞职。哎，你这样是对人不对事，太没道理了。清朝老师，郑老师真的要走了吗？嗯，如果郑老师要走，我就死给校长看！呀呀！不要拉我！不要拉我！不要拉我！要死干净！不要拉我！不要拉我！不要拉！我知道你们的本性都很善良，当初学校老师开会的时候，没有人愿意接你们这一班。连我都很后悔，从开始的厌恶到发现你们的可爱，我自己都不敢相信，原来所谓的问题学生不过是没有被接受被了解的学生而已。郑老师坚信人性本善，所以你们的所作所为他都看成是自己的责任，他处处的为你们着想，为什么你们就不能设身处地的为他着想呢？我真是不了解。老师，这次真的是校队先动手的，我并没有去惹他们。我不愿意再讨论谁是谁非，我只知道郑老师已经准备要走了。各位同学，跟我来。好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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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说出去了，不走也不行。你这么一走了之，就忍心留下我一个人来接这个班？他们已经在惩罚自己了。你辛辛苦苦地为他们争取机会，现在他们开始振作了，而你却要放弃。我不是放弃，我危机可能就是转机，现在正是他们最团结最懂事的时候，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激发他们，让他们真心向上呢？那我的辞呈怎么办？你想校长会让比他笨的人离开吗？哎，再帮我一个忙。老师，请你不要走。老师，你看这老师过来了。老师，是我带头的，我知道错了，请你原谅我。老师，我不会再跟上回玩捉迷藏了。老师，我也不会，我不再卖弄肌肉了。老师，我不会再撒娇了。老师，我不会再对你追迷，也不会再偷你内裤了。老师，你要快点哦，火车是不会等你的。我知道。哦，帮我跟主任道个歉，我们督班真的不能跟校对比。我想他不会介意的，全校能跟他们比的班级也没几个嘛，对不对啊？我走了。谁说的？老师，请你不要走，我们可以自己组织一个篮球队，打败他们。嗯，给你讨回面子。对，对呀。校队的球技，我已经领教过了，没什么了不起。你这话就不对了，校队又不是只会打球而已，他们的操性成绩也是非常好的。嗯。来不及了，郑老师。要当好孩子，谁不会啊？少说话，少惹事，对错都不敢讲，傻乎乎的过，太简单了嘛。嗯，校队能办得到，我们也能办得到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操性好是做人最基本的原则。人家校队学业成绩又好。算了，蔡老师，我干脆回去养猪好了，有空再来找我。好，老师，我们的学业成绩一样可以追上校队。嗯，对。你以为这项变魔术那么简单呢？老师，老师，如果你不相信，我们证明给你看。不仅在工作上、操心上超过校队，还要在篮球上打败他们。你会？对，我们还要教他一个单字 ，BST， best， 比赛有没有信心？有。老师没有听见，听没有？有。郑老师，我看吧，你就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吧。既然你们想学好，老师就陪你们。记住，你们只剩下这一次机会喽。我心肠胆，寒窗苦读，吃得苦中苦，当为人上人，皆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则灵。John and Mary are CLANSSNATES.They plan to go on a
DICNIC.com。哎，你念的是哪一国英文呢、啊？好像国中生在念英文嘛。我怎么知道？英字母每个都认识，可是连在一起我就不晓得了。哦，我现在教你念英文，不会念的一律念啊、哦，这样听起来才不会有便秘的感觉，知不知道？嗯，继续。Yes sir。嗯啊嗯，赢了嗯。阿姨的嗯干什么？我在问神呢、啊。看到问什么神啊？是观音菩萨还是耶稣啊？迷信。嗯。嗯。你干什么啊你？老师，我有问题啊。什么问题？这个字我看不清楚。哪一个？这个，就这个字啊。嗯，到底哪一个？这个字我真的看不懂啊，它到底写什么啊？你要指清楚到底是哪一个啊？老师，哪一个？真的看不懂啦、啊！嗨，大小的大都不认识，什么意思？故意找麻烦。把手张开。这一次人赃俱获了吧？拿过来！吐出来！老师，我有问题。别走！吐出来！再吐！再吐！不是那个，再吐！再吐！再吐！哦，嗯，就是这个。故意非要把你拉出来吗？奇迹啊，真是奇迹啊，这次月考 B 班平均成绩居然86.3呢、啊、简直是令人不敢相信呢、啊、哪一位老师监考的？啊，校长，是我。你看他们在考试的时候有没有作弊？根据种种迹象显示 ，B 班考试次序暧昧不明，可能有，也可能没有。所以，大概，总而言之，我认为也许我们可以。我问你选择题，不要写作文来回答我嘛？到底有没有作弊啊？嗯。没有，我相信没有人能逃过考场包青天的法眼。我
段同学，看到没有？这是我们的警告。对，我们会被看扁不是一天造成的，不要应该喜欢我们，不是随随便便简单的事。对，不要不择手段，争取操性加分。耶！同学，爱的鼓励。嗨！我怎么知道啊？奇怪，平常看他奇准无比，怎么竟然会这样啊？哎呦，每个球员都有情绪不好的时候嘛，也许过两天就好了。他现在不只是低潮，这可能是冷感了，我看是不会好了。你又怎么知道了？其实也没怎么样啊，就跟上回一样，给他一场门课就行了。你呀、啊，还打着自己思想，你还会长不大。好吧，好吧。我来安排一下好了。你写给我的信都被我爸拿走了。你爸拿走你的信，你就不能写信给我吗？你爸又不是我的笔友。我爸不准我跟你在一起啊。现在什么时代了？你爸说什么你就听什么？你以为你是现代孝女啊？我是怕他把你开除了。什么跟什么嘛，真是笑话。他这么说你就怕他了？我不是怕他了，我是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楚楚，我觉得年轻人最可贵的就是勇敢，不要怕，走，我们光明正大走出去，看校长能把我们怎么样。我爸来了，快躲起来。躲哪里啊？跳箱。哦，懂这些大人的想法，既怕我们长不大，又怕我们真的长大。就是嘛，每次我们一听热门音乐啊，他们就觉得乱吼乱叫，生活放浪为奴。是啊，我如果边听音乐边念书，我妈她就骂我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。我一骑摩托车出门，就说我要去飙车。我做的每一样事情，好像没有一样是对的。我爸也是一个德性啊。其实我很珍惜生命，我也是很怕死的。反正啊，大人看不惯青春的产物，我就不相信他们没有青春过。
严总是很健忘。大人也真是的，总是把青少年都当成色鬼，好像我们交了异性朋友就会联想到性，就会做那种事。楚楚，你看我们这么接近，还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？对呀。跟我们校队挑战篮球，真是天方夜谭，笑死人了。比一般要是会赢的，我把我的头砍下来给他们的篮球打。比一般的学生啊，每一个都是梦想家，他们除了做梦以外还会什么？嗯，您凭什么说我待会说？我没说什么，我们只不过四个人大声自言自语而已，没有代表什么意思啊，对不对？对啊对啊。我说听到了，再说一遍。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。喂，现在的低班已经不是过去的低班了，知道吗？可是人还是一样的。难道人就不能改变的吗？别把话题扯远了，有没有兴趣打个赌，看谁会赢啊？好啊，赌多少？我们好学生是不赌钱的哦。对，我们不赌钱，我们赌这个。你是怎么样？好位参加，好，一言为定。不是常人评价，您就先休息。为什么不传呢？不要太毒，注意团队精神，加油，打出点默契来。加油一下，预备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对，就这样打下去，多追一球得分。
等一下我们打全场紧迫盯人，打起精神加油一下。你们要把速度放慢，一定要把球控好，然后尽量制造机会挡人，给邱德志投篮，不要慌，啊，听到没有？邱德志，打球专心一点，来，加油一下。
要就要像我这样，是不是啊？